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薇薇，欢迎大家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秀。有些人表面是歌手，背地里却是个运动员，说的就是罗志祥。白天极限挑战，晚上极限挑战，真难为他了。早上9点，周扬青卡着时间发文公开了分手消息，还爆料了些内幕。小周冷静且条理的清晰的手撕了罗志祥。一，他们分手的原因是周扬青发现罗志祥另一部手机专门撩妹；二，罗志祥各种约炮，甚至把女生带回家；三，罗志祥与化妆师旗下女艺人长期都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；四，举行常人无法想象的多人运动；五，兄弟们对将来玩的女生极为不尊重。小周还爆料，罗志祥工作结束和他每天聊到凌晨3点钟4点钟才说晚安，可罗志祥一点都不累，还能挤出时间约妹子，这体力着实令人佩服。周扬青爆料这些之后，接着用大幅的回忆篇回忆了9年的青春。周扬青这篇点到为止的分手信，虽然没发任何锤，但也达到了4两拨千斤的效果。猪凭借惊人的肾功能和堪比李胜利时间管理，霸占了10几条的热搜。能拥有这样的牌面，罗志祥有生之年荣幸之至。从未如此火过的罗志祥当然也坐不住了，他从周扬青发文之后就频繁且焦躁地登录微博，几个小时后罗志祥没扛住发文了，但罗志祥仍然没有否认，只简单地说，我做过的不对的也会检讨，很多事情不是只言片语就能说清楚的。呵呵，周扬青的爆料至少信息量大，咱们一条一条地说。第一个，多人运动的问题，没见过世面的网友认真想了自己玩过最激烈的多人运动，大多是全校跳广播体操，还有高级一点多人拔河的。快乐的肥宅们最刺激的就是深夜舞排，但见过大场面的小猪可没网友们那么无聊。小猪前段时间刚被爆料，他包了一个别墅，请了20多个性感的主播玩泳池趴，把比基尼美女们往泳池里扔。而小猪举办的这场多人的运动的日期是2020年4月4号，那天是国家公祭日。不光有泳池趴，他还搞过温泉趴，罗志祥和一堆女粉一起泡温泉，人家还有点紧张呢。第二，罗志祥的化妆师。周扬青爆罗志祥与化妆师存在长期不正当的关系之后，疑似化妆师本人发了一条内涵文，分手就分手，这样分明是报复。这位化妆师的网名叫做 Love Show Cat， 巧的是罗志祥的英文名叫 Short Law， 这示爱的太过于明显了。他在简介里更直白地写着喜欢猪，随便翻一遍化妆师的头像，绝大多数都是和小猪的合影。化妆师跟了罗志祥很多年，8、9年前罗志祥刚和周扬青在一起的时候，化妆师就经常发姐弟感情好，两个人各种场合也毫不避讳。第三个，旗下女艺人。罗志祥公司旗下的女艺人只有一个，就是蝴蝶姐姐简凯乐。罗志祥公司创办的前两年，有且仅有他一个艺人，他参加节目还被蔡康永调侃过，整个公司就是为你开的。蝴蝶姐姐和罗志祥的事情似乎是圈内公开的秘密，小 S 问他，罗志祥是从伴侣变成老板的吗？蝴蝶姐姐回应说，没有，不是，是从哥哥变老板。小 S 和蔡康永轮番提到他和罗志祥关系的问题，你已经穿成这样，罗志祥还是不爱你，还能快乐的起来吗？蝴蝶姐姐满脸的堆笑，我快乐呀。她去夏威夷拍写真，老板罗志祥也有跟着一起去。问到罗志祥和谁在一起的时候，蝴蝶姐姐只说老板和朋友在一起。可那个时候罗志祥早就公开恋情了，完全没必要隐瞒。蝴蝶姐姐继续尴尬的笑，你不要问我啦。蔡康永说，如果花絮中有罗志祥身影的话，蝴蝶姐姐有可能会伤心落泪。蔡康永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，爱而不得的暧昧戏码都看得懂吧。早前蝴蝶姐姐还被爆出冰箱上有罗志祥的海报，最后她打哈哈说，只是外卖留下的，搪塞了过去。
两个人还借着游戏玩亲亲，就算没在一起，这男老板和女艺人也超过了工作界限了。第四，不尊重女生。周扬青抱罗志祥和兄弟们极其不尊重叫来一起玩的女生，这一下把罗志祥的人设都给花了。毕竟他之前虽然爱玩，但他说绝对不会聊女生的隐私话题，这瞪眼讲的瞎话，当时圈了不少粉。第五个，各种约妹，这个问题真是由来已久。早年罗志祥裸聊闹得沸沸扬扬，这逐渐消失的衣服让人看得辣眼睛。事情曝光之后，罗志祥出面澄清，不是裸聊，视频的对面是个男的而已。可等到短信对话内容曝光之后，罗志祥又无话可说了。周扬青这些年真的是内忧外患，除了小周分手信提及之外，罗志祥以往的破事儿一扒一大堆，比如谜一般的经纪人小双，小双和周扬青三番五次的内涵争宠。之前周扬青爆出疑似卖假货，连票据都是假的，紧接着小双马上就开始内涵，我的甜点没问题，原材料都来自日本，还特地强调记得帮他收单据哦。经纪人在 ins 上晒鞋子，说自己还没收到，偷偷穿了罗志祥的，可那双鞋子是罗志祥要送给周扬青的礼物。没几天，经纪人接着发文，把罗志祥如何给他买鞋子的全过程详细写了下来，是猪买单，亲手送给他的。罗志祥和周扬青分分合合的日子里，罗志祥的绯闻对象就没间断过，就连他们感情甜蜜的时候，罗志祥就被爆出出轨。去年校花于大梦亲自下场爆料，罗志祥和女朋友感情变淡了，他深信自己是正宫。他还爆出两人交往细节，每次去罗志祥家，他都会在车里等着，确定没人之后再下去，怕被拍到。小周不光感情里乱得一塌糊涂，他以往的言行更是恶心人。2006年他为了新专辑的销量放话说，买五张专辑可以换爱的抱抱，买50张专辑可以摸弟弟。他还在一场演唱会上安排了充满性暗示的表演，30秒的电臀抖了126下，礼花、彩带、尖叫声无不烘托他强大的腰力。炫耀完自己的腰力，接着说他妈受不了了，他妈说你爸有今天的一半就好了，我就生了两个。这是作为儿子能说的话吗？罗志祥和他妈妈有些过于亲密了，经常在公众场合舌吻，他说自己再疲惫也要回家抱抱妈妈，调侃妈妈露乳沟，还写过一首诡异的歌曲。周扬青和罗志祥在一起的时候，罗志祥妈妈时常的夸赞准儿媳妇儿，可等到分手后，罗志祥就拉着妈妈一起发了不屑的照片。前段时间罗志祥内涵周扬青的戏码也挤开了谜团，分手后罗志祥录视频在脸上使劲捏鼻子嘴，没整容才叫素颜，而周扬青整容是公开的事情。罗志祥以前就是黑的，口碑差得很，一直到极限挑战爆红他才借此洗白，而罗志祥自己也深知这一点。七条第一期结束之后，罗志祥发自内心的发长文感谢了节目。5年过去之后，七条换了导演，换了嘉宾，罗志祥从极限挑战变成了挑战极限。他之前有正牌女友当挡箭牌，随便怎么玩都顶着个爱情长跑的好名声，现在挡箭牌没有了，他也完了。更气人的是，当作为过错方分手之后，还有脸内涵前女友，这不光是渣，还没品呢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，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